跟我一起出来泡温泉，你有开心吗？开心啊。你开心就好。那你能证明你有多爱我吗？我非常非常非常爱你，你就是我的命，我哪会当来替你？你证明给我看呐，老婆，我爱你。好了，那你答应给我的婚礼要多久之后？我给你保证。绝对袂让你当情妇。那我就要好好看看，你到底要我等多久？你买不了啊？我晕了，去休息一下。好了，我跑去带姐出去吹。哎。好了好了，老公，跟我出来泡温泉，开不开心呢？开心。开心就好。那你能不能证明你有多爱我？我。非常非常非常爱你，你就是我的命，我哪会当来替你？那你可以给我看啊，老婆，我爱你。嘴巴里跳出来，阿伯每次看我这样，他都这么说。你拄只在传影片好不？今麦佫靠视讯来，你到底想要怎做？你没有想怎样了啦，只是要告诉你，男人爱的是我，我让他站他就站，我让他倒他就倒。我让他多快活，他就有多快活。你现在是不是羡慕、嫉妒、恨、寂寞、空虚、冷啊？唔通算甲想超过，阿那无，艰苦的是你家己。我怕承受不住的是你。爸爸快洗完了，等他出来，我可没空跟你讲话了。我把温泉会馆地址发给你，有本事你就来挡啊！爸爸，赶紧那赶快，我就疼啊，就学妹家。本来一个堆心瓜。
问一拍开，我跟 Robert 的感情就到这为止。我阿母都要变面，这嘛是迄个查某要提的，我敢真正要安尼做？男人爱的是我，我让他站就站，我让他倒就倒。你来晚了，我们已经换房间了，再给你个机会，用心找找，带你呢。对你的爱，一分钟根本都讲不完。自从拄到你以后，我就好像像当去少年时阵同款，逐天哦拢做有精神的。我的生活嘛袂阁变啊遐尼无聊，逐天拢过得真快乐，真有变化。过关？嘿嘿，我袂讲完呢，啊，真正要讲起来哦，我对你的爱。两天一夜嘛讲不完，一世人的时间还阁差不多。阿公，嗯，我口渴了。我知影。你总是和我充满热情，可是你的热情好像没有大到冲破你的理性哦。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这只是暂时的，你要我时间去处理啊。那我给你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你把该处理的处理掉。给我一个属于我们的未来，你做得到吗？那呢，我今晚就跟你求婚。老婆，你嫁我好不好？
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我是你的灵魂。那么现在，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，你也是我的灵魂。我愿意做你的妻子，跟你手牵着手走向幸福的未来，摆脱无奈的束缚。我会给你一个属于咱幸福的未来，来弥补你所有的等待和忍耐。我会给你每天的生活过了亲像公主的。给你这句话就够了。